庆祝不做成都的日子，不公山南台病院是准备2000份的腊八粥，由主持满洲法师是亲身前往市府来分送。市长黄伟泰是受邀参加送饭的仪式，代表市民来接受。市长讲感谢不公山南台病院所举办的送饭分享活动哦，让咱台南的市民会当共同感受到不做的精神。今晚小小的腊八粥，除了表达温暖和关怀以外，更加传送到佛教慈悲喜舍、造福感恩的精神。不光山南台北院上午准备2000碗腊八粥，甲台南市政府结缘，由不光山南台北院主持满洲法师带领着国际不光会世界总会成员共同舞会。市长黄伟哲受邀参加接待仪式，并且代表市民接受着腊八粥，感谢甲不光山的结缘。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代表台南市政府，代表我们的市民，感恩，佛光山各位师兄师姐，大家能够，这个提供腊八粥，我们一边，这个感念佛陀当年，这个接受一碗，粥能够，正道成佛，那一方面，在现今的社会，我们要更多对于社会弱势以及社会上需要帮助人，不吝，这个伸出援手，不吝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这个社会、这个人间是有温暖的。市长黄伟哲表示非常荣幸，并且指出，今仔日的活动让大众感念到佛陀当年接受一碗饭来吃道成佛，也传送到佛陀的慈悲喜舍的精神，提醒咱爱对社会弱势，迈来动身伸手帮助。今天的活动非常有意义。记者陈德森，市政府采访报道。